么了？雨婷，好不容易到现在。其实还爱着你，其实还想着你。太得意了！我们22位相当不容易晋级到我们冠军赛，今天的决战奖金最后那一位拿走独拿50000块钱，一起欢迎20位参赛者，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，恭喜！哎，三个女生都在哎，哦，这还有一个韩系的罗杰 Roger， 大家好好注意一下，今天这个比赛非常公平公正，是，我相信你们全程参与就知道了。而且我们有一位优秀艺人留下来，天王星留下来，哎呦，刚刚其他上路的艺人都被淘汰，对，真的相当不容易，只剩下一位了哈。那么第一阶段我们是用写板题，这一个部分非常残酷，答错一题你就直接再见，要小心。我们只会留住10位，对，这10位才有机会晋级到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你的苦难还没结束，是，等一下再慢慢来告诉你，好吧？要拿到50000没有那么简单。第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不要被旁边看到，写完就盖牌，好，写完就盖牌，保护自己的答案，一起来看正确答案，1、2、3，大笨钟，哎啊，有人哎，已经有什么了啊？什么了？什么了？什么了？雨婷，什么了？雨婷，好不容易到现在，好，怎么了？写完就发现我们的颜值担当，写完就想到动作要快呀，赶快改呀！雨婷，啊，好，带着麦克风到那边呢。第一题，那你会唱这首歌吗？对，那你要不要 solo 一下？你 solo 一下嘛，出来唱好了啦。不准看旁边，好，有答案盖起来。好，这一题恐怕会干掉一些人。对啊，想一下，想一下哈，想一下，请亮答案。双截棍，哎呦，回来了 ！Oh my god， 四头都忘了淘汰的，好，空白的两个啊，空白的三个，好，几位淘汰的请离开。哇，天哪，这一题真的是杀手锏了。你看严格执行，对，不严格执行哦，坐在这边都有意见了，对，有没有道理？不能让你们白白牺牲。女部跟男部就差一个，对不对？人部跟女部。呀，写错啊！哦，哇，靠了！我第一次看到我们把综艺节目弄得哦，弄得这么严肃，真的严肃。没有，各位不是严肃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你看这边，这已经做得像被告，像被告。是各位仔细听了，比赛的最后一 round， 也就是说只剩下最后这5道题目，是这5道题目当中。你5题通通答对，肯定就今天的冠军。没错，但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王阳明先生曾经告诉我们：“知易行难。”哦，宋朝的王阳明。哦，宋，小时候王阳明，哎，不是北港南王阳明，是。好，准备开始，来第一位。第9章摩羯座。摩羯座，请出题。
十九，兰亭序。恭喜答对！哎呦，好，下一位。第一张同名专辑，第一张 J 周，对，周杰伦第一张同名专辑，请出题。就你，斗牛。斗牛厉害了，这一首歌也是我在 KTV 会唱的。哎呦，其实我都会唱。斗牛，对啊对啊，哎，导演是我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厉害耶，真的。Music。真的会啊！好来哦，哎，又得一分了，两分了，追上来了。好，千华，周杰伦的《床边故事》。床边故事第十四章，请出题。放手后，爱依然在。答错，请抢答谁？第二个是谁？十九。好来。就长恨固执等待。麻烦清楚一点，因为就长恨固执等待。不是。答错，好。谁？好来。放手后，爱依然在。不是啊，他刚答过了。好，十六。千华。纠缠与固执等待。恭喜答对！哎呦，一个字，你刚唱一个字啦！好的，哎呦，再来猜选题，两题了，好，还有两题，还有两题，还有两题，对，还有两题。七里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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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出题。就是你，乱舞春秋。吼吼，恭喜答对 ，Music。还是有机会啊！哦，千华还是有机会哦。陈思现在是只赢了一分。陈恩，陈恩，陈恩，陈恩哈。好，你选择的是，当然是最后一个。剩最后一个。哎呦，不错，不错，哎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哎呦，不错，哎呦，不错，哎呦，不错，尾奏题哦。决战题了，请出题。十九，十九，一口气全念对。恭喜答对。恭喜谬陈恩获得50,000元的奖金。